你有这个夹体，跟我提个花样，有啦，我偷偷提个花样，这是另外一个求婚。老公，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 阿公，我们的汽车还没有做好，我们快点去修车。放开我！阿公，你把我的汽车弄坏了。想袂到宇轩，竟然是咱这帮恁唔正经的囡仔，请问，恁哪能骗我？ 自从卡在阿姐清醒过来了后，伊就一直甲宇轩困，啊，伊两个做伙困足久啊，啊，今摆伊跋起你遐，家己一个人可能无啥惯势，才麻烦你照顾伊。请问，你拄则讲自卡在阿姐清醒过来了后，就一直甲宇轩做伙困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宇轩伫阿姐。 阿袂正式之前，伊就出事啊！当然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讲，宇轩出事了后，阿姐就一直跟伊做伙困。啊，今嘛宇轩若是无伫伊的身躯边，我家也袂管事啦。拄则请问讲话，明明就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绝对无听唔对的。明月，今仔我绝对要把这件代志摸清楚。我感觉。 真正足足做唔对的代志，唔对的代志是甚物代志？青云，你是不是有甚物代志有误啊？你老实讲讲吧。 做什么唔对决定，伊拢讲出来，我一定尽全力甲伊斗相共。所以，拜托，你老实讲讲好无？